子的是又快又好的大白牛车。的确不错，也就是说，不论声闻也好，缘觉也好，甚至菩萨，他们不过是如来在世间示现教化救度众生的一种方便法门而已。如来所宣说的唯有一佛乘三乘法，其实是一乘妙法。已经直接明白地告诉大家，我法无有二乘，若二若三为一佛乘，就是说人人皆当有成佛之分，说明了三车虚设，长者等次一大白牛车，如来是平等而没有差别的。啊，真是伟大慈悲啊。仔细听着，凡是听闻这妙法华经的人，最后都将成佛，这就是我的教义根本所在。凡是能够真正信解妙法的人，才能明了至高无上的妙法莲华经的深意呀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老长者，老长者家财万贯，拥有大房子，房子面积虽大，但只有一扇门。有一天突然之间，房子着火了，老长者得知大火，惊恐万分，子女只剩火灾，该怎么救他们？大火一时出蔓延，他们还沉迷于嬉戏，尽管老长者善言有道，他们仍然无动于衷。什么是火灾？什么是危险？他们一点也不惊慌。什么是火灾？什么是危险？他们一点也不恐惧。知道子女们心中有说好，设计出善巧办法来诱导他们。外面各种万物出来的都有份，有羊车、鹿车和牛车都已在屋外。一听说屋外一万物都争着跑出来，这个善巧办法子女们都无恙。老长者最后决定吃给他们更好的大白牛车，子女们都很惊喜得到原先不敢奢望的大白牛车。大白牛车载满各种宝物，每个子女都如此依赖。大白牛车载满各种宝物，子女都有依赖。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
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。慧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所以我想护身的功德特别大，所以拄啊讲到这个香啊，各位小等呢，一人买几包啊，等你好唔啊？为了救迄代动物啊，因为观音的家护身园区，我讲如果他们有宣传单，最好发给各位。他们做了施食香，做了药香啊，但是所做一切都是为了，如果有点利润，为了救这个六个护身园区。啊，六个护身园区，顺便报告一个好的消息，今天我们又在关田成立一个新的救狗园区啊，因为有一位菩萨，伊是一代传定啊，传定，啊伊过去饲猪啊，但是那边空十几年了，没有个走廊饲牛啊，有人讲叫做饲肉牛，都是那个小公牛，饲一两年啊，就两个台，所以是个五爷来的啊，他没有活动空间，就饲好大只啊那样。后来他因查某囝下好啦，就叫他不要再养了，所以闲置很久，所以最近跟我们联络，所以那边呢，我们去看了结果，哎，起告杜阿虎啊，个别去查到厝边隔壁，啊，厝边隔壁进产的有拢下好嘞，真好啊，而且伊讲起告他涉动，因为呢起低啊，他们附近有一个水库啊，会排放废水不好啊，所以。但是一个原则，各位你莫天话的讲，领导告他上来。我们讲的是这个区域呢，刚才被救一种，来安置所，那种安乐死，存七缸那种，那个这样才有功德。你千万不要说，现在我一提有几个菩萨，阿叔，我还在修这家，提起挂去啊。我们不要，已经救的掉啊。虽然领导环境较歹啊，但是这就告没戏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即将被安乐死的啊，真可怜啊！啊，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，你们去认养啊，认养安乐死的，然后认养来就可以送到那边去。但是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认养来啊？莫你被照一下高二弟弟考诶领导诶，那你拿来这边，你等于舍弃众生，哪里是保护呢？啊，所以确实有很多人这样。阿罗巴多奇啊，就送过来，还送了一些钱来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狗满为患，已经 K 完了，无多。
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又在嘉义成立了一个，念一下，慈悲湖动物超度园区啊，专门来超度动物的呀，慈悲湖啊，所以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湖，然后我们嘉义宗师姐把它买下来，那现在放很多，要开始放佛像，但是那边最主要就是要帮助动物超度，所以买了很多动物的形象，牛啊、大只的牛啊、猪啊各种，然后给它将来给它涂成金色的，变成牛形的对吧？啊，给它开光，然后那些牛魂就跟着它，这样猪魂跟着它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然后那边呢，就尽量的每天施食，大家轮流功德回向，只要我们不管哪里的法会，都一直回向那个地方。我想一定有很多动物死亡了，然后至少我们把消息播出去，就像蝶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一开始成立没什么知名度，现在有知名度啊，哦，堕胎龙不给啊，因为这些孤魂啊，这些堕胎胎儿啊，那边有玩具啊，有食物啊，最主要是有慈悲心啊，他偶尔跟妈妈在一起，然后也希望他多去那边，所以这些动物被杀了。我们到处供养拜，你来去菜市啊，你来讲，开一大红台戏的董木工，你到嘉义慈悲湖护生园区啊，你供啊，这些动物知道了，那几大火化型，那个都偷地公的这里面就赶紧抓去抓去，所以狼来戏的偷地公来抓的这个意思啊，董木马戏也有动物的守护神来引导他们去那边。那接下来的工作呢，就是大家努力了。所以我这样讲，也希望各位在家里诵经或者哪里参加法会，顺便给回向着，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啊。那个场地不错，然后也够大，后面有一个大树林，很大很大，然后水很清。那如果让那些被屠杀的动物先有一个安顿的地方啊，所以要那边有众生医院啊、食物啊、各种的佛像啊，然后希望能够对这些被屠杀的动物亡灵有一个安顿的地方啊，所以各位各位这边来嘉义慈悲湖动物超度园区，所以你给记下的猪鼻湖，猪鼻湖给你回你用一边去，那边有树林、大湖水，每天做各种甘露施食啊。啊，各位你那边去要倒狗，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。你去要倒狗，大家个动物念经啊啊。所以帮助他，甚至有很多家里的狗死亡了，我们现在也要建立一个网路，领导也告细去啊，叫做阿喵，叫做阿咪，名字给我们，我们放在那边了。除了你自己超度，然后也让他们有个安顿的地方。